想做事。小姑娘啊，真歹势啊！啊，我实在真见笑，啊，都枵几工啊，啊，看到门，啊，一时哦，足激动的，想要来奔，啊，无奈哦，迄双脚枵无人在。原来是安尼啊，不要紧啦，稍等下我扶你去遐坐，然后亲身伺候你，我给你吃。多谢你。来吼，谢你，慢慢来啊。坐好哦。来，小妹，多谢，给侬吃。多谢。酒高平庸，他心真足，生活。是嘞。我紧啦，啊，我搁加挂予你啦。稍等嘞，这位大哥啊，以后边个有真侪人也袂领呢。为着公平的起见，所以大家分量是平坐，歹势吼，我袂用搁再予你啊。我紧啦，啊，都还搁有剩嘞，啊，若无够吼，我就甲你买啦。陈兄，我知你做人真好啊，以后过咱伫咧遮报喜几日工啊呢。你看这个人啦、啊，好脚好手，逐工就来分，逐工拢要加领，安尼哪会用的啦？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啊，我这么大长，当然要分较多啊！你哦、喔，那你这么无慈悲心嘛、啊？你、啊，好好好，卖生气，来，大哥大哥，卖生气，伊唔是这个意思啦，今晚有较大碗，来啦，来。好啊，你要加分会用的啊，至少你来出淡薄力。更比出卖帮助这所有人，到时阵你要领偌济，拢会用的。什么啊？叫我偌济哦？哎呀，我跟你讲过啊嘛，
我捌到重要的，无法度做工课啊！哦，你是中间给我创治的哦。阿弟，好啦好，卖生气卖生气。哼，来来来，今晚大碗面好哩吼、哎呀，六道四劫，该以布施婆罗蜜为上首，但是对人爱慈悲，对事爱智慧，有慈无悔。不多不惜，只是玩弄不惜啊！杨丽，哎呀，哎、欸，你来接我来啊！偷坐啊你！哎、欸，你、欸、哎、欸欸，这是要让阮家吃的呢！来了来了，多少多少，你免伤心，我搁看了你哈，我搁看了你，别烦恼哈，来。哦，多谢，多谢，你坐好食吼。弟呀，哦，叔啊，这位施主有礼咯。叔，你敢用饭啊？啊，我给你服务好不好？唔免咯。听说慕容李公主为人行善，一心助人，今日一见，真是犹如活菩萨。哦，大叔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阿姐吼，是大家甲我太爱啦，什么菩萨，我不敢当啦。公主客气咯，你的在世，母为师，苦水圆满，只是解决幽燕人物质上的饥饿，却无解决因精神上的饥饿。什么是精神上的饥饿啊？公主你互相虐待，依附幽燕。合乎因缘，近在眼前，但是却将佛法置之度外，实在可惜啊！哪里可惜呢？公主，真是。像方才那位大汉，只要公主念用佛法度伊，予伊忧虑过外，信奉佛法，依教奉行，那岂不是度了伊的人心，也度了伊的人性慧命？大叔，人各有志，啊，我的心不在此。就将这个善举留予大师啊！但是大师，这你放心，你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绝不推辞。施主，既然你有心救助这个人，却难将因救离苦海，共亏一篑，真是可惜，可惜啊！相依
奇怪，是甚物人伫咧叫你啊？听这个声，应该是阮阿爹啊。哈？你阿爹？你是安怎？啊，无代志啦。哦。哎呀啦，因你阿爹捌伫咧金殿看过我呢，万一爱互认出我是公主的身份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哦，阮阿爹安怎来啊啦？你是怎样啊？我巴肚胸胸足疼，要无我先过去遐吼。哦，啊你较细腻的哦。哦，我知影。慢慢行啊。无用停，无用停啊，无用停。爹，莫叫。我为拄只叫到今啊，啊你拢无要吵啊？我知影我是恁老爹。阿爹啊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我知影你咧找我。啊，什么代志？我问你，吼，最近这几个月来，阿龙走去对啊？哪会拢早早出门，暗慢慢才倒转来？因为哦，是啊，我发生水灾啊，我去赈灾。赈灾，赈灾朝廷会派人处理，啊，你无缘无故，敢去赈什么灾？哎呦，啊对啊对啊，最近府台已经完工啊。等过军前来数名，啊，还阁有哦，有一位高僧要来咱家，行，对阿爹倒转来。啊，阿爹啊，啊你嘛知影，我对佛经哦，都拢无兴趣啊，只要是拍鬼读到，啊我就度孤啊，你莫甲我勉强啦。哎呀，阿爹，我是为你好呢，甲高官高僧有好关系，这尔真重要着。啊！你这大汉啊，该阿爹我操心。哎呀，啊！对啊对啊。啊！我问你，听阿虎爹讲，你下早啊去给我买一百串的白米，要来赈灾，一个一位都会来的。哦。嘿嘿嘿。拢是你的钱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啊？哎呦喂，我的钱。嘿啊！少问的李少爷，啊，我当时答应提钱给你去赈灾啊。阿爹啊，嗯，我知影你这一摆哦，木款要起塔，哦，你木袂少款呢。冇，我看迄塔嘛起要好啊，钱还佫有剩啊。啊，你毋是常常伫咧讲啊，出自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所以我就替你老人家。完成心愿。哎呀，啊，迄拢场面话啦，啊，你嘛要相信，摕我的钱，你，搁讲到遮大声啊，你啊，你安尼自作主张，无经过我的同意，私自偷摕公款，你这个囡仔，你这不孝子，真正是。哪里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老爷，老爷，李少爷，哎，老爷。什么代志发到这大细声啊？老爷，大代志呢！迄宫内哦传来圣旨，讲哦，国公要移驾赴塔，李相爷哦捡起吊驾。什么呀？什么？安尼，跟大夫来准备。你，哼哼，你这条罪，我先甲你行的。阿华，行，等下刷国军。哦哦，原来你也会做菜。迄马蹄的银两送入去府内，我是从府内银两，佮摕出来造福百姓，应该讲是回报、回敬、敬回馈，那算是做菜。遐毋过，你也无经过恁阿爹的同意啊。哈。啊，你就唔捌伊啊啦！等到伊同意哦，哦，遐个灾民哦，可能就枵死啊啦！何况咱阿爹哦，大众顶伊常常讲哦，出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所以我是贯彻老人家的言论，哪里有错误呢？无错误。恁阿爹哦，你去到一个面碰西西。干嘛你是一个不孝子？
人伫咧讲吼，白囝白囝，受气拢无影。啊，我若听吼，可以骂几句啊，气就消，消伊就袂记啊。啊，若我吼，我就忍几句啊，忍久就无代志啊。哇，是咧为阮阿爹报喜，为阮阿爹积福报，做功德。你看，这毋是不好，这才是真正有效呢。哦，你老五啊。出家，如今无疑尽心完毕，好等国君宣旨。好，宣旨穆永环以前见家。遵旨，宣穆永环以前见家来。一两
还大事，奉你为做国事。待哥出家，今在佛塔住定，公团护你，四福地民。多谢国君。禀国君，不如就让国师带国君你前往佛塔花园参观一下呀。已经所在，国君，请。